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温哥华跨到对人哦，港口，所以哦，大家拢足水，对我咱看迄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物，啊，今嘛来看一个很特别，而且造型非常一艘船的一个，好、哦、这个地方哦，嗯，好。我们来到这个港口，是哟，哈哈，不能跳，不能跳。嘿，都很好美，你也好帅哦，哈，你看，好美。嗯，我们的导游先生非常的棒。你看，家的建筑物都这么新，这么漂亮。后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古堡，哈、哦，就温哥华的一个古堡，也是一个古堡饭店。这个市区观光来的哈，就看看一些非常现代化的建筑物。同样，阿咱买当看到咱迄个古色古香哈，从咱去看蒸汽中哈那个小镇哈，它就是古色古香的小镇。哦，所以迄个所在叫做盖世镇哈，所以。这都是翻译的，哇！你看，这个温哥华市区哈，加有格兰威尔岛也是非常的漂亮哈、哦。哇！哇！你看温哥华这么水哈，人拢讲这是最适合咱人住的一个所在。啊，若来住在遮，啊，佫有一个游艇吼，啊，开出来度假，也佫较好。给有听去吼，这个国家无起食的吼，咱即马台湾嘛无咧起食。嗯，呵，讲人的闲话，喝咖啡聊是非，吼，哇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温哥华市哈，在温哥华市区，你看，哇，哇，今天的行程我们会去史丹利公园，还有加拿大广场、哦、我们已经去看完了蒸汽钟，还有看到还会看到迷你彩虹船，还有格兰威尔岛，还有伊丽莎白女王公园、哦、好漂亮。对，大家都爱来抢镜头、哦、有时候
看很漂亮的风景，哈，阿拉玛苏要点缀，啊，大家看到了哈，这个时候的水果这么多，葡萄、蓝莓、红莓、覆盆莓，嗯，哈，大家要小心哈，路会滑哈，爱小心，出门一定拢爱小心，我拢常讲哈，大家。人出门一定要小心，安全第一。嗯，好，来，哇，嗯，您保准了，啊，当然保准，多谢你啦，跟我去北疆，等下去加拿大，等下去越南。哦，咱的行程拢一直跟咱参加，多谢，哦，多谢您。嗯，每一个客人真的都非常的棒啊！你看这查某的在开船，你看哪开啊哪吃水果哈、啊啊，好可爱哈、啊！这叫做迷你的彩虹船哈、啊啊，让我们在这边看整个。温哥华的景色全景就在这里看得到哈、哦，这个彩虹船哈，哦，伫个纽约最佳市集哈，老、哦、公曾经呐、啊、哈、哦，曾经这个迷你彩虹船哈、哦，曾经获得最佳市集的格兰威尔岛哈、哦，所以家哈、哦、这个岛哈、哦、嘛吸引了很多艺术家。好，进驻这个地方，除了假日以外，哈，平常时啊，遮足侪人拢爱来，所以你看，伊坐这个船啊，哈，你看，哈，这个迷你彩虹船，所以咱这行程里面是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坐这个船啊，才会当看这个景，哈，啊，船啊，佮甲咱送来到。这个小岛叫格兰威尔岛，所以常讲哈，来到这一定爱来哈，啊，伫这咱得爱融合人，甲咱温哥华的人的生活同款哈，所以讲啊，一定爱来看啊，等今仔日天气真好哈，天气真好，所以有坐船，咱嘛捌有团体来哈，啊，等着。天气风真大吼，爱船啊无开，哦，所以咱这团真福气吼。咱观众一定足侪人拢去过，来过加拿大，啊嘛来过温哥华，啊咱伫这几年来，咱嘛会当看到温哥华的改变。吼，我相信咱十几年前吼，以及十年前来的过的人。即摆佫来到温哥华，温哥华是已经无同款啦吼，伊个大都市个进步实在真紧。你看这坐伫船啊吼，啊看这拢是一挂新的建筑物吼、建筑物吼，所以城市都市嘛有都市个水吼。所以你看咱的，咱的丽莎吼，哇，你看伫遮咧划船、独木舟，哇，比赛哦，看谁较紧吼。哇，下船了！嘿嘿。哈哈，嘿，提早来啦，提早来买头灯，甲恁翕相哈。所以咱 Lisa 嘛，这体贴呢，哇，彩虹船拜拜，要开回去了哈。哇，你看安尼。安尼落爽落爽，安尼很不错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
哦，拢是一寡有福气的人。